有台湾话吗？一点点。开门哦。开门哦。开门呢？你这里人？我是越南。好、哦、你讲的国语很好啊。还不好，还不好，一点点而已。非常好，怎么还不好？有感觉吗？有。是这里酸吗？是。好，你感觉一下。有没有松一点？跑到上面一点，跑到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上面。跑到这里？是。好，试试看。好了，我进去了哈。明天有需要再来。好，老师，谢谢。没事，谢谢。拜拜。谢谢大家。